拜。哇，这么大包礼物吗？这个是等一下的礼物。等一下再看，等一下。好，趁热吃吧。所以试试，动喽，再试一下。那先吃什么呢？90分，90分，他还是找得出来那个感觉哦。反正 anyway， 今天就是呢，啊，我也不太习惯这样讲了，但就是要谢谢你啊，要谢谢你啊。就是在我出道那前十年呢，帮我陪妈妈。对，因为家里状况那时候你也知道，就会很需要我出去闯荡。嗯。所以你印象最深那几年跟妈妈在家就是两个人。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没有，其实没有尽到你说的那个责任，蛮愧疚。可是你自己觉得当了父亲之后，有没有比较能够体会父母的心情？以前真的是不太能够站在你或是妈妈的角度想事情，现在越来越能够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，就是因为小时候的你比较皮，然后我会希望你赶快长大。我其实是有一点恨铁不成钢的，嗯，然后可是我又不知道我这个心态是不是又会 push 你太多。对，就是真的很像长姐如母，你知道，我又希望你好，然后又希望我压抑了你的成长，你的感受。哼哼，对，总体而言正向的压力还是比较多的吧，所以我不会觉得你给的太多，是吗？一直以来都是这样，只是没有当面跟你说。自己可以吸收的事情，就尽量自己能够解决就解决，然后对你就是报喜不报忧。你不要忧滚成的血团才来给我报呢。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可以吸收的。也许跟你讲到不好的东西是已经解决了，不会是当下遇到的事情。对，这样放你去经历这一切也是挺好的。是在超乎我的预期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再更好。因为姐姐是一个明星姐姐嘛，而其实给了她很多压力，但是这个压力都变成了动力，所以就会很认真的去做一些事情，让自己变得更好，就起码说不会拖姐姐的后腿。哦，准备礼物了。像这个盒子，秘密。这个东西为什么我没看过？因为太久了。真的，我的暑假作业。看，林维胜9号，这是我弟的暑假还寒假作业，但前面都是我做的。哦，主要是那个照片。哎呀，老爹真是让我们又爱又恨啊！可是好像没有他，我应该也不会踏上这条路进这个圈子。
我行程了。骗人，你没有一定做到的。你有帮忙做家事吗？没有。我好像也没有，妈妈把我们保护得太好，家事都是后来做的。还有很多看。那我看一下嘛，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还在。为什么是他这个？因为这个日期最久远，放1990的事。祝你天天开心，早日追到某某某。谁啊？我不知道，我都说的还是好好的，你笔记都没有褪色。Thank you.